我是邱欣怡，非常荣幸可以跟各位相聚在西米歌剧院，让世界充满爱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文艺演出，现在开始。 接下来，让我们开始，马上来欣赏这一首《先后奏》。
7岁，3岁也不行啊，小朋友哈，3岁就天才儿童了，好，7岁。
的样子。